学会包容别人，包容别人的缺点，就是你内心自我的圆润。一个人不能原谅别人，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是最大的。你能够包容别人，你的心会过得非常舒服。如果你一直想改变别人，你一定活得很痛苦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铃铛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